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跑。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即将整改成为狗活动的一个草坪，这些之前的围栏已经全部都拆过了，将弄上新的围栏。接下来跟着镜头咱们一起看一下这个整改的过程。经过了几天的忙碌，这个给狗狗建的这个操场，就是他们的活动场地，大概有100平方吧。这以后就是狗狗们的活动场地，每天上午下午将定时让他们放在这里面活动玩耍，也不能总让他们关在笼子里。经过几天的忙碌，现在终于差不多可以收工了。现在咱迫不及待的就把狗放出来，让他们在里面跑一下，看看弄得怎么样，走吧。首先放达达出来吧，你的操场好去吧。达达还有点不适应，这土地还没弄好，地面没弄好，地面要翻一下。起来达达，起来，哎，门就关上了啊，不能往里面进。这个门是以防他们再往里面再跑，所以这面扎了一道门。来吧，去跑吧。再放一个小汪放出来吧，小汪出来吧。来，回来，好吧。哎，急卷不管急卷，先听一下，给急卷管住。他们现在还不习惯呢啊。我现在还不习惯呢，不放他。过来，进来。接下来我去把珍宝给放出来，先放他们几个。操！好吧，咋了？撞上了？啊？撞上了？撞哪儿上了？分批放，要不然光打架。这个是人出来的门。把珍宝放出来，珍宝霍总，走。珍宝，来，紧你，好，玩耍吧，还。哎，想打架嘞，这个是个刺头啊，他不太友好，这是个刺头。他是刺头，你看背上毛强嘞。小草给拉肥，给拉肥卷着吧，他不行，他不能跟他们一起玩是吧？拉肥，
你一口反勾水都挤住，哪勾能放，哪勾不能一起放，都挤住，得分批次放，上午放他们活动，下午放他们活动，好不好？给他管理吧。给这个谁啊？洛小红啊，小红来吧，小红好，小红回哪来，回在哪里了，那吧，这确实也在试验阶段，所以说有漏洞马上得修复。那俩二五，那俩真机干啥？乱了乱了乱了，出来大大，爬坡了啊，完了，都累了，看都不咋愿意跑了。给大大管里面，给其他狗也得放出来，让他们跑一跑。经理，大大，过来，过来，经理，好。小王，你跑不跑了？你不跑也过来吧。经理，经理，好，玩的差不多了你。懂得中宫炫舞，出来跑跑。你出来，但是你不能打架呀，不中他是好打架。走，回哪儿跑吧。好，大大你别蹦了。这个是东德神浪回中宫炫舞啊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！只能单个的放。哎，你往哪儿跑嘞，虎本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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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虎本，那个大老虎，体型人大。虎本就匆匆的一个镜头，自己就回去了。还有接下来防右拳，进来吧，让小动物们也得跑跑，来来来来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这是小红的右拳，跑跑吧，多大呀，来，来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跑跑吧，小小狗们也得锻炼。哎，你下来了，跑跑吧，
好，好吧。玩耍吧，小崽子们，玩耍吧。别胡吃东西啊，别胡吃东西。别乱吃东西。玩耍吧，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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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你们一直问这个车干啥去？哎，要啥呢？你搁那？别胡摇啊！过来过来过来，小狗调皮，这只献了个东西，后面那只在追赶呢。松嘴了，松嘴了，他们俩有鱼线了。放东的，放东的，东的也得让他们跑会儿。这是小灰，是个蓝灰小母。那个纯黑色的是小公，那个、名字叫小黑。好的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。有希望视频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